一身奥特装扮，你没看错，出现在立法院的就是综艺小天王网红 Kid 团队来立院拍摄最新节目，怎能错过立院美容院？哎，但这后脑勺好眼熟哎！发型和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相似度100%，而带 Kid 参观立院的就是同时拥有立委和不孕症权威身份的陈金辉，两人认识也是因为 Kid 夫妻两胎宝宝都是陈金辉帮忙，而来到立院也不忘拜访副院长江启臣。他就把女生放前面，是因为在我们社会上来讲，就是女生相对大家比较不敢去碰她嘛，对，因为碰她会比较麻烦嘛，所以女生为什么通常会在前面？分享立院肉搏战国民党对战守则。那不是说男生只是有战术的、哦，不是说男生没有用，男生当然有用，可是就是我们的重点还是不要冲突。OK， 对，所以女生在前面看能不能比较。说到来立院拍节目的网红 Kid 不是敌人，我们来吃一看它味道。把它塞进去，它吐舌头了。名大胃王芊芊日前才到康源餐厅开箱立院美食，平时严肃的立法院不只是朝野攻防战场，网红一踩点也吸引更多目光。TVB 选做不到。接下来的体验感其实蛮够的，因为首先进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